你好，我是雅蒂斯，这是释放负面会员睡眠冥想。透过入睡时刻的观想与肯定句，帮助你建立积极肯定的思想，你能够更轻易地清理你的内在，带着释放负面的意图和动机，能够帮助你释放得更加深沉与全面。轻轻闭上眼睛，允许自己在这个当下好好的休息放松。让自己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放松。吸气，呼气，放松。吸气，呼气，放松。允许身体沉稳地躺在这里，舒适地享受这个夜晚以及这部冥想。放下所有的想法，放手，允许他们在这一刻离去。这里没有什么还需要去努力的，只是专注与放松的聆听，缓缓入睡。在你自身的床上，安稳舒适的空间，允许被子、床铺、枕头拥抱着你，陪伴着你。这一刻，你对自己不需要有任何的要求，只是按照此刻的状态，完全的接纳自己与这个当下。只是接纳着一切，允许自己呼吸，让气息缓慢地流入流出，给予身体一个空间，敞开自己，只是在这一刻缓缓地舒服地放松。让自己观想远处有一个地平线，就在你的周围。
轻轻看着天空，那里满是星星与银河。温柔的月光在你的身旁，感受这里广大辽阔。敞开自己，在这里只有你很安全。如果感觉内心身体有微微的紧绷或不舒服的感受，在这个时刻敞开，允许它们很快的消散离去，消散在这个银河与星星之间。这些不舒服需要被你释放的紧绷感，逐渐地从你身体离去，持续地释放它们。放手所有不舒服、不需要的，消散离去。加深你的呼吸，身体变得更放松、柔软，观想来自银河有一道光芒进入你的身体，美丽的银色光芒进到你的身体之内，感受银色光芒晶莹剔透，感受到内在所有不舒服借由呼吸逐渐清空、释放，消融在银色光芒之间。随着你的敞开、消散，感受下方是大地的支持、稳定。呼吸，释放。感受呼吸，清新、自由。这是充满爱和慈悲的时刻。周围是美丽的宇宙，更多的平静涌入你的内心。